谢谢王老师哦，目前我这样音量 OK 吗？可以吗？可以哈，好，OK，好，好，那个，谢谢王老师引言哦，那个各位这个淡江的这个学弟妹哦，还有我一般都习惯讲伙伴们哈，学弟妹伙伴们哦，大家早安，大家早。我今天是漏讲一个早上好，我们这是没啦，因为常在两岸三地跑哈，所以现在我都习惯就说，早上我们就叫早安跟早上好，对不对？下午就讲午安跟下午，那个下午好哈，这样两边都可以 cover 哦。谢谢老师，刚刚王老师的引言哦，的确哦，这个刚开始也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就是一个几分钟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个学长这边的一些心路历程哈，未来。所上哈那个学校哈，我就以学长就自称了哈，就各位就叫我学长就好了哈。那有的学校其他同学是叫我就是称我陈老师哈，那业界当然就称我陈处长哈，都 OK。那我想跟各位在这个之前分享几个哈，一个是的确是那个我们是3月初的自己淡江职工的这个这个所有会哈啊系呃系系友会哈校友会。的一个那个餐具上哦，那王老师也说，可不可以刚好有个机会哈、哦？那当然固定也都是王老师的班底哦，没问题哦。只要王老师随时一句话，我们想办法就先瞧出来哈、哦。OK，那第二个也是跟各位分享，的确哦，当初我在淡江，本身我就是淡江职工嘛，电算职工，然后后来研究所哈、哦，再回来这边念。那我的确是就是说在职的方式进修哦。那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在职专班哦，现在非常多哈、哦，这个什么各校我们自己系自己学校自己系上哈、哦、也都有哈、哦。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在职专班，所以如果你要一边工作一边这个读书的话，真的是非常辛苦哈、哦。那时候我们的身份叫做一般在职生哈、哦，比如说一个硕士班哈、哦，假设我们淡江职工这个每一届的硕士班25位。好，那20位是开放给各位就是直升上来一般生。好，那里面有3到5位哈，才是就是说一般在职生，所以我们都要去抢那个3到5位的名额哦，其实也蛮辛苦。好，这是第一个，但是辛苦不在刚开始入学哦，辛苦跟这个辛苦的地方是在这个过程中哦，因为必须跟一般生一起上课。好，所以我们必须跟公司做一些调整哦，不像现在在职专班非常方便哦，就是晚上或假日哈。那在那段时间，但是也跟各位啊、哦，就是就说就这一般的同学哈、哦，也学了很多哈、哦。那这里我想分享的是说，各位其实现在求学管道已经非常多元哈、哦，非常那个哈、哦。那如同等一下我们今天会虽然短短的一点时间，我会尽量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哦，现在整体业界学界啊、哦，还有这个产官学的方面哈、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到底概念是怎么样？那有哪些新的一些应用？好，那作为各位为接下来学习的一些目标跟方向，好，那也鼓励各位哈、哦，学弟妹不一定都是 one way 哦，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是哦一路好哦，要尽量一路念上去。好，那我个人学长个人是因为当初因为我的老婆是我学姐哈、哦，已经比我大，所以当我们那时候要2年兵嘛，对不对？当完兵回来，我老婆已经工作3年了哈。哦啊，他爬主管也比我快啊，所以我一定要更努力啊，所以我当然那时候我就选择先工作，然后再回来哦，在职进修。可是各位现在你们的管道都非常多元哈，随时在职专班，随时都可以哈。所以我学长这边是鼓励哈，就是说大学毕业之后能继续升学一定是最好。那如果说你在已经很清楚有一个目标，想走哪一段，好，今天我们就会提到很多一些有的没有的应用，你可以挑一个其中一段，你就针对那个主题，你可以先就业或者先做一些研究，然后随时再回到学校哈，再做一些补充。那这边学长要跟各位特别学弟妹特别分享哈，学长的亲身例子哈。这也必须老实说哈，当时学长在大学职工念职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硬体哈，就 PC 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哈，所以学长在大学时代就在做专案哈，就是为什么说刚刚有提到专案，就是包含电脑组装的硬体专案，因为那时候卖的都是我们 know how，那我们自己去光华商场怎样去找哈组装电脑，然后学长那时候一台电脑大概都可以赚个，因为那时候还没那么普及哈，一台电脑赚个3、5千块都不是问题哈。那包含然后再来那是大一大二的时候，
那大三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自己就在写程式哈。那时候很有趣哦。各位现在讲 HTML code 哈，你们都觉得没什么哈。可在我们那个时候啊，哇，那非常新的哦，那会我们从那个主机型的哈，从这个那个 BBS 这样玩起的哈，文字型玩起哦，所以那时候刚开始才有所谓的 Triple W 哦，各位不知道，现在对你们来讲都是 Common Sense 哦，所以那时候会写基本的一些网页程式不得了，我们就觉得哇，我们所以那时候几个哈同学啦、学长姐、学弟妹哈，就一起就在接案子了哈，就写很多，所以那时候觉得大学实在觉得好像实务比较重要哈。可是后来哦，这个进到业界才验证哦，的确理论跟实务是同等重要。这是为什么屈就学长回到就赶快就又回到西昌来做在职进修。所以回到这边就是说因此我在产官学哦，本身我是在就是当然一路都在业界到现在哦，那目前服务的刚刚有介绍精诚资讯哦，有没有人没听过我们公司哦？还好 OK， 我们基本上是台湾最大的资讯公司哦。那小小也透露一下哈，这间公司的股票代号是6214哦，我相信有些同学有在玩股票，可以值得关注哈。每年都是固定，当然每我不敢保证哈，但至少已经连续我记得六七年以上，每年固定都是配发哈，一股都配发5块的股利哦，所以你如果长期持有是还蛮不错的哈。加上我们公司有一些议题哦，今天会做一些分享。那所以接下来那另外我因为也一些身份哦，所以官的部分就是产官学嘛哈，我在这个一些我们的一些政府的计划上哈，也担任计划主持人哈，或者那个大型的那个 leader 哈。那另外本身我也在那个国教署哈这边也有担任那个咨询委员哈，在因为现在108课纲哦下这个下半年就要开始正式实施哈。各位如果家里有这个弟弟妹妹哈，你如果都刚好在这个的哈，那也要鼓励他哦，要往新的一些方向走。那学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回到哈，因为我个人对演讲、对教书哈、对这个教学很有兴趣，好，所以好本身在10年前的时候就回到各个学校做演讲跟任教。那现在比较长期是按在这个逢甲大学哈，因为当初十几年前我们是以专案管理为基础。那再加上今天没有办法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叫做一个方法论，叫系统思考，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分享。那系统思考其实各位可能比较没听过，不过我先讲一个孙子兵法有听过吧 OK， 其实系统思考就是西方的孙子兵法，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主要是结合孙子兵法系统思考孙子兵法跟专案管理柔合出来一些方法论。那其实现在的新的108课纲，也就是今年开始哈，要升大学的，要升这个高一的，要升那个国一，要升小一的哈，就是适用108课纲哦。108课纲强调的核心素养就是系统思考。好，所以前面稍微跟各位这个 brief 一下哈。好，那我的课都比较喜欢互动，所以我有带一些小礼物，所以各位不要客气，我也会随时跟各位请教一些问题，提问一下。好，那在刚开始我都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总要知道我们整体的时代的演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好，那我就从这一个面向开始再进入带到我们的今天议题。好，各位我们都讲 4.0， 通称啦 4.0， 那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新的经济 4.0？ 来，第一个是什么？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的关键是什么？来，没关系，大声讲，人力，对不对？好，因为答案学长已经先给了嘛。劳力与体力，好，依赖一些自然资源。好，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什么事情都要用量化的数字，来这个哈。对，其实我很感谢淡江资工系，我们各种数学都要学哈。刚好对我的指导叫林慧珍老师，也是数学博士，所以那时候跟他学了很多，我觉得非常受用。所以各位，当然你不一定要多专精或者怎样，但是你一定要有数字概念你才有办法来运用一些大数据。好，有没有学弟妹？有没有同学可以给我用我们就用简单的一句话，有一点带量化的数字来描述 1.0 农业时代的属性？来举手，举手就。想想看，3秒钟给各位思考。好，通常第一题都是要那个老师先引，好，没问题。
我就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跟各位引。那接下来跟各位请教 2.03.4.0 的时候，你们可以 follow 的例子，或者是可以，我希望是听到一些不同创意，好不好？用量化数字，量化真的很重要。我们企业尤其是做了主管之后，我们每很多事情都必须是要量化。那个量化不见得一定是业绩哦，各种的一些所谓的 KPI 哈，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哈，一个量化去做对应。好，我简单讲，农业时代，一个人一天工作10个小时好了，可以有10公斤的产出，同意吗 ？OK 吗？这个概念 OK 哦。不管你是谁啊，你是农夫哦，你可能一天工作10个小时，开始有量化是量化的资讯喽。工作10个小时可以有10公斤的，比如说这个是希望拿这个应该是那个采茶农哦，所以它有10公斤的采茶的一个数量。好，有概念喽。好，那请问2.0是什么时代？工业时代，对不对？这个太简单了，这个我们就是一起回答就好了，待会再跟各位询问啊。OK， 对，好，工业时代的重点是什么？重点的属性是什么？刚1.0农业时代的重点属性是劳力体力、自然资源。2.0的时代的重点是什么？来，我们大声讲出来，什么？哈哈啊？机械，对，好，上面有写机械力、生产力，对不对？还有什么？其实2.0重点在跟我们强调什么？各位，机械力、生产力、好的效率，这是指的什么？我们有好的什么？好的什么？工具 ，OK， 可以吗 ？Tool， 好，各位，你小到你现在用的 Windows 啊、Office， 对不对？或者是各位如果有我们本科系可能自己有在玩一些 BI 好、一些分析的 Tool 那些都是我们好的工具哦。或者是各位最常见的是什么？这个后面没有讲，我今天的 slide 应该没有，我就先讲好了。各位来。帮我拿出你的手机，举出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拿出你的手机，有没有没有手机的？没有也就没关系，不可能啦，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一只什么？都有一只什么？手机，它会不会是？它是不是你的好的工具？对不对？你做任何事大概都黏着它了。来，请问哪谁的手机跟学长长得不一样？外形，我先讲外形，可以举手让我们看一下，有吗？我所谓外形，说你的手机，我们的手机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小的哦，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但这就是大小的一个方格，对不对？一个 box， 对不对？然后一个很大的萤幕，对吗？你有没有你的手机不是长这样的？我连我儿子我都不敢，不过他已经要高中了，对我女儿啦，我还不敢给他比较旧的手机。各位，你们的手，我们的手机的外形都长这样了啊。那你们可能比较没有经历过，我们当初的手机一路是从所谓的滑盖手机啦，就是很强调外形的设计，到现在全部都统一成这样的外形。那这里想要请教一下各位哦，你们觉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们手机外形这个一点都不好，也不是说不好看，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啊。那它重点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这么黏着它？它重点在哪里？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什么？我们讲好的工具啊，很重要。其实是怎样？有没有听过哦？这个如果有没有笔记要写下来啊 ？Killer application， 中文叫什么？杀手级应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各位，现在我们手机长得都一样，外形都一样，可是着重在哪里面？在里面的 application 啊，对吧 ？Line。Facebook， 你们现在比较然后在常用的 Instagram 或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可以跟学长分享一下？我只知道我看我女儿，然后什么抖音是不是有吗？你们有在玩吗？我女儿每次都躲起来，然后都不太让我看。OK， 好，我就看她在里面唱歌跳舞。OK， 好，所以回来这边要强调说，一个好的工具是非常重要。好，那我就要请教了。好，这个就举手了，第一题啊，来，工业时代有谁？哪个同学可以给我一句话，用量化的数字来描述工业时代属性？来，同学请说，讲讲看。很好，来，谢谢。是这一位哈。我 repeat 一下，就是你刚刚说，比如说一个人
工作一天10个小时，可能有比如说1000公斤的产出之类的，对不对？哎，各位同意吗？同意他同学的说法吗？为什么？好，那原因什么？为什么有办法从刚刚一天工作10个小时，只有10公斤的产出变100公斤的产出10倍？哎，为什么？各位，因为什么？效率是一个重点，2.0 的重点在哪？工业时代，工业时代重点是什么？有好的什么？好的工具，对不对？机械力是一定的哈，那这是有好的工具哈。好，那继续，你有好的，你从好的劳力到好的工具，加速我的哈。那我就再请教一下各位，我们有没有机会一个人一天工作10个小时，可以有10000公斤的产出？有没有机会？学长，怎么可能？你再也不是，你也不是神仙，对不对？刚刚已经够了吧，10倍。哎，我们是跳动思考一下哦。有没有可能？要对自己有信心啊！今天如果是这个工厂的厂长，他底下有1000个员工或5000个作业员，他一天工作10个小时，是不是就有可能有100万、10万公斤的产出 ？OK， 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跳动一下思维哦。很多事情你一定要跟得上这样的。我们没有说要就是说哦，这个啊，突然要跑到火星、月球。虽然其实人类都开始可以达到了，对不对？啊其实学长也在看哈、哦。我简单讲到这，我都会分享一个、哦。各位，我们现在只要电影里看得到的情节哈、哦，都怎样？都有机会哦，在你我有生之年都有机会看到，对吧？好，你看火星什么的都有办法上，搞不好真的各位啦齁，我们还不敢说，各位搞不好真的可以遇上，至少到火星旅游之类的，搞不好是可以成真的齁。好，所以 3.0 会进入什么时代？可以大声讲来。诶，请说，要精准哦。来，电脑是一个，但是来请说，资讯时代也是其中一种属性。哎，它会进入到我们刚刚讲了，从人农业到工业到电脑资讯，那些都对，但是都它只是一个 attribute 一个属性而已。那此主要它会到什么？来，再说说看，自动化也是其中一个，自动化介于 2.0 到 3.0 中间。其实这也是很快讲一下哈、哦。2.0 工业时代的时候、哦、大概200-300年前的时候，蒸汽机等等一些发明就是在讲自动化。其实自动化的内涵就是 AI 了哈、哦。那只是说在到了现今哈、哦，大概200多年的演进之后，从一般都是定义2016或2017年哈、哦、开始哈、哦，逐渐就进入从自动化进入到 AI 时代。好，还有吗？啊，科技也是其中一个哈。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会进到什么时代？各位比较少，我们现在经过一个大概15年前哈，经过一个所谓的 KM 知识管理系统哈，知识管理的时代。所以到了 3.0 是怎样？就要开始用什么？你从用了人力，用了好的工具了，再来要怎样？进一步要用到各位的什么？脑力嘛，对不对？同意吗？好，有好的劳力哈，所以啊要常运动哈，学长也是啊，跟老婆也是开始要常运动，要保持好的体力，然后呢，善用好的工具，以及发挥你的脑力，好，才有办法怎样？才有办法整个哈活络起来哈。好，那 3.0 到 4.0， 什么是 4.0 时代？再想想看，几秒钟想想看。那我们进 4.0 时代的时候，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4.0 要进入 4.0 有哪些议题。现在其实是一个目前的现况就是处于 3.0 到 4.0 之间、哦、那当然学长也是预估大概5年内一定会当初是讲2020啦，可是我觉得还有点早，大概2025左右、哦、大概5年内应该有机会4.0 会被明确的定义下来，那之后我们就要聊，可能就要进一步聊5.0了哈。来，各位，4.0会是什么？会有哪些议题？想想看，大数据一定要的，对，还有呢？没有什么？没有人就是怎样？无人的一些，无人工厂，无人的一些，对不对 ？OK， 这个国峰学长应该有稍微跟各位分享哦。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哎，来，请说。IoT 很好，还有呢？
人工智慧，对，当然刚刚有提到哈 ，OK， 好，所以各位大部分都各位有提到了哈，3D， 我这边比较喜欢聊各位比较，大部分我目前的确啊、哦、讲了那么多场哦，还没有人特别提到这个、哦、3D 列印，各位知道吗？稍微我们部分有系上应该有在玩啊 ，OK， 好，待会卖个关子哦。哦，我们还有一个王文南学长，他就在这会是专门做，之前专门做 3D 列印。好，所以各位有这么多的议题之后，进到 4.0 会是什么时代？ 4.0 是什么时代？哎，这个有答对我就会送啊。可以，请说。摩克斯。哦，摩克斯，哎，你们没有在用吗？就是我们线上，简单就是线上的 e-learning 课程，对。那他是那个上很多大专院校的老师啊，都会在上面然后做一些发表，是，就把它想成是一个 e-learning 的一些平台，对，因为它也是一个创新经济，说，这也是讲到说，现在越来越面对哈，我们所谓的我们四师的失业，四师那比如说会计师、老师、医师哈，也不是说失业啊，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方式哈，会做一些调整哈。像尤其我们讲老师好了哈，我们因为我自己也算啊，老师已经不再是只是各位应该有部分同学未来可能会当老师哈，你要思考一个议题哈，就是说未来已经老师已经不是一个纯粹传授知识的时代哈啊，早期我们的时候，老师可能就我们就是在课堂上，因为知识不普及嘛，好，所以要透过老师哈这样的一个授哈，各位现在知识哪有什么容易，哪有什么难的，手机 notebook 拿出来。我们谷歌一下，对不对？什么都有了，对不对？老师再怎么讲也没有谷歌快速啊，对不对？一个新的议题出来，一个什么寒流啊、哦？如果你有各位稍微有在玩 AI 的一些 NLP、NLU， 就是一些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引擎的话，你会发现，哎，一个新的名词出来，就资料库、语料库，我要怎么形成哈？好、哦，所以其实知识的一个时代哈、哦，已经是。好，这是大家随手可得了哈。那不是说老师就这样失业哈，不会哈。那老师反而更重要，他要传授的是什么？传授的经验跟价值哈，跟就是晋升到老师会比较像是一个 coach， 就像一个教练的概念哈，带着各位哈走。好，所以 4.0 会是什么时代？觉得这对各位难一点啊。好，那我们直接先往下聊了，各位。破坏性创新有没有部分同学有听过？如果你有稍微在哈、哦、关注一些新闻或一些媒体或一些这个社会经济的话哈、哦、啊，也建议各位哈、哦，我们现在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各位资讯随手可得哈、哦，那自己要有能力去挑选跟做这个思维哈、哦。所以 4.0 一个是什么？我们就进入了什么破坏性创新时代啊？各位你看，你从用人力。从用这个工具，好的工具到脑力哈，整个都用完了，对不对？下一步是怎样？当然是要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改造咯，对不对？好，那这个部分学长也还要特别强调，各位不要太被这个名词给等于说误解了哈。很多人都说啊，老师我知道了，破坏性创新嘛，就是讲要讲破坏嘛，对不对？好。比如说我在一些这个职场上演讲啊、有的这个企业的伙伴哦就回馈说，好，我回头就把我部门改造了哈、哦、就整个破坏掉哈、哦、把原本的规则什么都改造啊、哦、其实不是这样、哦、破坏性创新讲的是一个你可以先从其中一个点哦，不见得是整个的破整体的改造，那其实是非常难哦。你做一个企业的文化部门，小到部门的文化哦，不太容易哦。所以其实你只要其中的一个点的转换哈、哦，就可以达到哈、哦，就可以达到、哦、相关一个破坏性创新的一个例子哈、哦。好，所以这也都不是我说的哈、哦。所以彼得杜拉克哈、哦，各位他是一个知名的一个管理学者哈，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哈，各位这句话各位一定要写下来或一定要记下来哈。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哈，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什么？而是 business model 的竞争哈，已经完全不同哈。在早期的哈二三十年、三五十年间的年代哈，的确哈，像我们。我随便讲行动的前身哈，像我们公司有做当初的股票机啊等等，各位大概都比较没有，或者 BB 扣哈，你看一些古老电影应该有了哈 ，OK， 那个是最早行动时代的开始哦，那都还是一个产品的时代，那时候大家比产品功能。可是各位现在，尤其是你们哈，进了职场哈，我们现在要的哈的这个伙伴哈 ，interview 的一些伙伴啊，
重点是你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头脑。好，那我们重点会着重在 business model 啊，商业模式。好，所以今天整个会跟其实时间有限哦，那我想会比较重点式的跟各位哈，整体分享在 Omnichannel 全通路有哪些智能的服务，然后在大数据的社群哈，那个 big data 一些 social media 有哪些商机。那在这个商务平台一些社群有哪些观测，那做一些可以进一步做一些什么样的行销，好，因为各个面向齁都会跟数据有关齁，以及最后一些一点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下企业一个创新的转型的运用齁。好，是个老电影啦，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看过吗？比较没有齁，好。我下次要改进哦，那个在大学部的课程我要换别的哦。等一下后面也是哦，后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有同学跟我回馈之后，我有在加码。好，简单讲就是这个哈利沙利哦，他们就是因为一个时空的关系哈，就是那个导演蛮厉害的哈，那个编剧也蛮厉害哦，让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时空，明明心灵是相通的哈，但是就是一直错过，然后最后终于哈都在一起了。那 OK， 剧情怎么样？各位可以推荐各位可以看了、虽然是个老电影哦，但是它还蛮温馨的哈、那我只是借他的例子说哈、他们为什么最后有办法串在一起哈、最重要就是靠这两个，好、骨子里就靠这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人工智能，就 AI， 一个是大数据哈、各位其实有没有想过 AI？ 应该说我回到先业界的立场，先跟各位同学分享哦。不要把 AI 太神化哈，没有那么厉害哈，因为尤其非资讯本科系的哈，我们比如说我们俗称在业界俗称的 user 单位一些哈，他们都说 AI 很厉害啊，不是就是对不对？你讲个话啊什么就做到啦，或者你大概提一个概念做到哈，没有到这么神哈，我们要把它稍微务实一下哈，但是它最重要的前提是它为什么稍微能够稍微比较聪明，稍微能够智能化哈，重点在哪里？重点它后面有什么？好、庞大的数据，好、庞大的数据。请教一下各位啊、你认为大数据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组成或养成？什么样的属性？大数据是怎样？一定要大吗？一定要多吗？还是一定要怎么样？不一定，对不对？好，因为通常学长这样讲，就是一定有一些啊、这个有一些梗嘛，没有错。我们在讲大数据哦，不只是量大哦，等等一些就叫大数据哦。有的数据你不一定要量大到多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叫做溢质资料哦，就是说你是从各个不同的来源哦来的一些资料哈，那获起来哈，才能让你的 AI 哦更有这个哈啊。待会我们就会有一些更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对应的分享哈。好，那首先请教一下各位了，来，什么叫 AI？我们回到学校哈，学理哈，什么叫 AI？ 有人可以大声告诉我吗？什么叫 AI？ 人工智慧、人工智能，还有什么？是这样吗 ？AI 是这样吗？哎，考一下英文啊，英文其实很重要。这个英文是什么？应该说这个英文代表中文是什么，或者这个英文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想过 AI 是这个吗？啊，我们也都知道不是哦。 Incomplete 是什么？ Incomplete 是什么啊？各位你看，好的工具要用一下，赶快手机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对不对？Incomplete 就不完美哈，那一般有一些对应的翻译就是人工它叫做那个脑残呐哈，就是比较残废的意思哈。所以 AI 是什么？是人工脑残吗？啊，应该不是啦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哈，维基百科帮我们定义的 AI 叫什么？好，没错哈，刚刚同学讲到人工智慧，对不对？它第一个排啊，那个 intelligence 哈，人工智慧哈。那眼尖的同学会看到它第二个叫什么？啊，不知道，你们自己查哈、啊。人工受精哎，蛮有趣的。好，所以我说现在的时代真的知识太容易了哈、就太容易泛滥，就是非常普遍哈、
所以各位，第一个你要学会善用好的工具，去得到你要的 information， 好，你要的 knowledge， 然后你也要有能力哈去做一些判断哦。好，所以在 AI 的时代哈，文字我不讲哈。好，这边我就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这一张图里面，你觉得这样好了，我们就从右往左来看，哦，右边往左边来看，一二三四哈。分别是一二三四哈，给各位十秒钟想一下哦，想一下哦，来一二三四哦哈，你觉得哪一个是机器人？哪一个是机器人？啊，一二三四哦，十秒钟想一下，那我们做个问卷调查哦哈 ，OK， 好，从右到左，来右边第一位，觉得一编号一的是机器人的，请举手。暂时没有哈 ，OK， 好，来，觉得编号二是机器人的，请举手。来，我稍微看一下量化哈，大概一半而已。好，谢谢。觉得编号三是机器人的，请举手。哎，好，有部分 ，OK， 少数同学哈，很好，谢谢方向。来，觉得编号四是机器人的，请举手。啊，四反而没有啊，啊，好，那有同学通常都会开始问了，哎，学长。这四个有什么差别？各位觉得这四个有什么差别？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是什么？各位，刚刚哦，在这边编号二的，对不对？他有没有可能是怎样带着一个娃娃装的人？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有梗嘛，对不对？一定有诈，对不对？好，啊。我比较好奇哦，各位比较有趣哦，你刚刚好像选三比较有人，大部分其实都选二跟四哈，因为可能比较喜欢女生嘛，就各位比较哎，比较喜欢帅哥哈，选的刚刚是三哈。来请教一下各位哦，刚刚假设刚刚第四个人里面哈，左边跟右边五秒钟想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是机器人？左边这张图是机器人还是右边那张图是机器人？觉得左边是机器人，请举手。哎，我看一下数量。好 ，OK， 谢谢。放下。觉得右边是机器人，请举手。来，好，谢谢。放下。刚好哈，一半一半哈，所以就有点难分了哈。那没举手是还在思考吗？觉得都不是吗？哦，好。觉得两个都不是机器人，请举手。好，没关系，我开放。来，谢谢。还是有同学，部分同学哈。好，谢谢哈。OK。啊，不好意思，各位自己去 Google 啦哈。OK， 左边这位是机器人，左边这位机器人是依照右边这个真人真实去做的哈。OK， 来再十秒钟给各位观看一下，我们要往下了，很可怕啊，对不对？所以各位会不会在座你隔壁其实是机器人啊？有可能哦，搞不好五年后真的是这样啊。学长有讲啊，真的是很多电影情节，很多我们现在想象得到的事情哈。都有可能发生了 ，OK， 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好，没有什么不可能，好，好，所以啊，我们整个在推广的一个概念就是哈，这也是跟各位学弟妹分享哦，接下来你们在进入职场跟在要运用自己的一个这个能力 know how 的时候哈，你要往这个方向走哈 ，AI 啊，重点其实在哪里啊？重点在后面这个字啊，哦 ，AI for IA 啊，我们在强调 IA 是什么？I 什么？啊，这个英文认得吗？啊 ，industry 的 application 啊，什么意思？就我刚刚讲的哈，应用啊，你要在各产业的应用。所以建议各位哈，你如果对这个商业有兴趣哈，你就这个毕业后你就可以投入哈，跟这个比如说股票研究啦，股票的 AI 啦，或一些这个财管的 AI 啦，好等等一些。那你如果对随便，比如说你对零售业有兴趣，你就做那方面的应用哈。基本上，就是挑对你自己有兴趣的一个产业跟这个方向哈，去想办法研究出它有哪些好相关的 AI 应用。好，那一般我也是告在这边也鼓励各位了哈，就不如同我跟我儿子和女儿讲的哈，各位。很多人都会讲嘛，人工智慧之后 ，AI 之后，哈，人会失业，哈，你们认同吗？你们认同吗？部分伙伴应该都是认同的，对不对？好，
那以我的观点哈、哦，跟各位分享，不用太在意哈、哦。像你就看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些属性哈、哦，比如说，我儿子哈、哦、数理还可以哈、哦，他数理自由班哈、哦，我就跟他讲啊、哦，儿子啊，很简单啊、哦，未来你就朝向什么？朝向修理机器人的方向走就好啦，对吧 ？OK， 哎，那就不怕失业啦。OK， 好，那我女儿她比较人文一点哈、哦，她是文比较文的方面的哈、哦。那我就鼓励他，哎，他因为他很爱跳舞哈，有在也可能要考舞蹈班之类。我说 OK， 女儿啊，那你就往舞者哦 ，dancer 或这个舞蹈教练走哈、哦。这种人文类的也不容易被取代啊、哦，这个至少在这几百年内应该不至于啦。在你我有生之年，机器人有办法拟人化到这样，那真的搞不好真的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科幻小说有提到，变成到时候人会被机器管哦，机器人管哦。那这个应该在你我有生之年哦，还不至于哦。好 ，AI 进来，再来，我们谈一下 Big Data 哈。什么是 Big Data？ 刚刚就提到了哈，我刚刚已经讲过哈，不只是数量大哈，数量大只是其中一个属性，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就是要抑制资料哈，它可能从你的社群里面去爬文去捞资料，可能从你线下就你的一些轨迹记录哈相关哦，各个地方去捞资料哦，非常多哦，资料一些来源哦。好，那我就用这个案例哈，这个示意哦，跟各位说，所以你呀、啊，任何在这个手机啦哈等等一些 notebook 上的一些点阅的记录哈，所有的我们叫做 log 哈，这些记录通通其实都被记录下来。那因此呢，我才有办法去就是做将你的一些行为哈、哦，一些来往的行为哈、哦，做一些标注哦，做一些标注标记。那因此你的一些消费轮廓哦，才有办法记录下来。那我就可以帮你做一些个人化推荐。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尤其现在那 AD 那个广告哈、哦，非常可怕哈、哦。明明你前五分钟才在某某可能下单买一个什么啊、哦，买一个什么样的商品，比如说买一支这个 USB 碟啦，或者买一个什么。三 C 的商品好了，对，就五分钟后你在看其他网页的时候，你那网页上那个比如说 Google 的广告或一些那个联播的广告哈，就大量一直在跳出你刚刚买的那个类型的产品哈，哦，这就是因为我们怎样都已经进入大数据的时代，你我都被哈都被 tag 住了哈，我们叫做 tag 哈新的一个标记哈。好，所以啊，怎么样？我们就是刚刚讲的各个不同的来源，所以包含。我对于可能一些这个消费者对于内容的一些偏好，比如说可能喜欢娱乐、汽车啦相关，那可能喜欢在哪边的坐落的城市哦，那你消费的一些模式，还有你在看的一些广告哈、哦、商品的一些偏好和浏览一些频率哈、哦，这些都被我们各种面向哈、哦、记录下来啊、哦。因此，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哈、哦，应该说这个目标了哈、哦，就是怎样？虽然我从未见到你，但是怎样？但是熟悉你的一举一动哈，这个就是大数据的精神哦。所以各位可以从这个面向哦思维哈去做这个探讨。好，那这边哦这边就工商广告一两分钟了哈，就是我们单位哈我们部门在做，所以也欢迎各位哈，我们现在也非常缺人啊。如果各位毕业要工作啊，可以来找学长哦。OK， 我们在整个一个这个这个整体一个全通路的一个业界哈。我们包含了支付、零售、数据和金融的应用哈、哦。那包含电子票券，比如说这个星巴克的二代随行卡，各位啊、部分同学应该有哈、哦。那也是我们部门哈、哦、发卡的哈、哦。那另外在一些智慧零售的一些这个互动机制哈、哦，这个今天等一下后面比较多哦，我再逐一介绍。那另外很有趣哦，在座有没有同学是桃园市民的？我先讲桃园，有吗？有没有？哎，对不起。稍微换一下了，觉得那个声音好，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哈，这样 OK 哈。好，各位有没有桃园市民？有吗？好，谢谢。你知道有桃园市民卡吗？知道啊，哎、欸，你有下载哈？有吗？没有，好，赶快下载啊，没有，是推荐你下载哈。接下来我们下来有很多活动哈，所以我们在很多数位政府哦，六都的部分哦。做了非常多消费云、市民云相关哈、哦，那特别讲桃园是因为桃园是这个我们这个介入的比较深哈、哦，协助的比较深哈、哦，所以吃喝玩乐、娱乐哈，还有数位行销哈、哦，全部是我们部门在帮桃园市政府哈、哦、代操的哈、哦。好，另外金融一些当然也是我们的核心哈、哦，各位在常用现在常用的一些下单软体一些哈、哦，也是我们这边做的。
所以整个我们在做整个这个从 1.0 的网络化好到 2.0 的云端化到 3.0 数位化以及 4.0 整个企业化，我们就在整个做一个闭锁循环，好做这样一个相关的服务。好，那其实呢你我在座各位齁，好，各位可能还好，不过没关系，我们都有同时三个身份齁。先以那个学长为例齁，我一定是某一个县市的市民，对不对？各位也是齁，像我是台北市市民齁，然后我一定是某一个品牌的会员，我可能是星巴克的会员，可能是康士美的会员齁。第三个身份是什么？我一定是怎样？我可能是某一个，像我是某个企业的员工，各位也是啊，你某个学校的学生啊，也是泛的员工啊，所以都会有这三种一个身份啊，在这三份身份好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跟结合地方政府、品牌企业做一个循环啊，做一个循环。在校园的话，左边我们这边推的就是学校啊，就是学校跟品牌企业，然后结合各位啊，做一些循环。好。所以在刚刚提到地方政府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智能一些计划，包含这个数位平台啦、点雷点啦、集章等等一些内容服务的部分。好，新的一个这个面向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应该越来越多了，各位你在一些卖场啦等等一些，是不是常看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数位看板，对不对？好，在这个看板上齁，你走到前面齁，我们的设计是这样齁，你走到这个看板前面的时候，因为它上面有个 camera 齁，会照到你的脸齁，那它就可以先做一些身份识别齁，或者是至少轮廓的分析齁，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大概的一些齁，就像这个是我们合作的 model 齁，它一照着之后，它的相关一些个人一些基本资料齁，这个比如说你的身形啊等等一些就会有齁，那因此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服饰齁等等一些推荐齁，推荐之后你就在这个看板上，因为它是触控式齁，就可以点选齁，一样就是购物车的概念齁，点选相关的商品进入购物车齁，那你就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购物模式齁。那这边也跟各位推广一下齁，台湾自有的齁 Apple Pay 这神松 Pay Line Pay 各位都听过齁，那这都比较是国外的齁，那台湾自有的是一个叫 TWPay 台湾 Pay 齁，好，那各位稍微爱用国货一下，反正各种 Pay 都可以用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也要选一下台湾 Pay 齁，各位不用担心台湾 Pay 的一些 security 齁，因为它本身背后就是那个中央银行支持的齁，一个叫台湾行动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力推齁，那我们也是配合政策齁，所以我们也是大力在推广齁，协助他们推广齁，所以接下来你就可以选择各种支付哦，你要拿信用卡出来刷，要带 kiosk 去刷，或者到店取款等等一些，或者使用 TWPay 哈。那像 TWPay 的话，是那个台湾推出的一个共用标准哦。各位，如果你对这个研究哈，就是 payment 好支付的有兴趣的话，这个也蛮建议哦，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议题哦，在这个你的专题上可以做一些探讨哈。那台湾 Pay 它本身是这个财经公司齁，财经资讯就是各位的提款卡的那个交换中心齁，那背后也是齁那个它其实背后也是央行齁，它跳出来就是定义了一个 QR Code 的共通标准齁，也就是我们叫一个聚合支付的概念，也就是说你只要 follow 这个QR Code 的一个共同标准的话齁，那你就可以跨各个不同的支付平台齁去做销售。所以刚刚如果我们选择台湾 Pay，就跳出这个 QR code， 跳出 QR code 之后呢，有几种扫码齁支付的模式齁，一个是各位如果是消费者的话齁，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扫码就完成付款齁，跟你现在在这个接口啊等等一些的这个线下的付款都一样，那或者是店员拿出他的行动条码机齁，行动条码机齁 scan 啊那个一样齁，扫码一下齁就可以帮你做齁支付的动作齁，你就是完成了齁相关的一些支付。好，那这个是电子集章哦，就是各位应该常见的说你的 seven 有没有 seven 的这个贴纸啊之类的哈、哦，那我们就是把它做成这个数位化，好、哦，所以在这样的我们这个比较是在行销活动上哈、哦、会去玩哈、哦，那这也已经是比较普遍的哈、哦，那各位也可以从这个这样的一个机制上再去延伸思考，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应用哈、哦，那这个活动是当初我们跟亲子天下合作哈。哦，他的一个针对一个小朋友齁，
到了这个现场，它有一个这个关卡哈，有各个不同的关卡，有四大关卡哈，所以小朋友呢就拿着爸爸妈妈的手机哈，到每个关卡去做这个 DIY 啦哈，做一些活动哈，那每个关卡就扫码一下哈，就可以登集到一个章，那集满四个章之后，哎，就可以兑换哈，兑换赠品，兑换礼物哈。OK， 那兑换的部分也是一样，看是一维码或二维码哈，直接哈就可以做扫码的动作，做我们叫 redeem 哈。那另外是这样哦，各位有看过这一只吗？这一只是什么？那个 paper 机器人哈。好，那这也是我们部门在代理的哈。它很有趣哈，就是可以做很多迎宾啊等等一些动作。那各位对实体机器人有兴趣的话，这部分也可以研究哦。像它很多这个关节哦，它这个关节是非常细的哈，那些都是程式要去控制的哦。好，那这也就是发挥各位不止 coding 能力，还有你的创意哦，你怎么去控制它一些哦。像我们工程师那时候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是跟雀巢咖啡合作，在新北耶诞城的时候，那雀巢咖啡的人回馈这个员工回馈非常好，他的情境是这样，你那个消费者到了面前的时候，机器人 paper 机器人先迎宾去跟你做互动，然后你在他的这个 pad 上，在他这个平板上 pad 上去点选你要购买的咖啡，比如说拿铁两杯，好，他就确认结账的时候怎样，他的手就伸起来了，好，伸起来，那上面我们就是帮到一个蓝牙的这个行动支付的这个刷卡机，刷卡机也都是我们公司的服务范围，所以他工程师很有趣，他故意手拉起来，你们看到他放在哪里，放在那个前面，有没有，在那个平板前面，所以你一定要拿掏出你的卡齁，这个不管你是用感应式的、晶片式的、条码式的齁，都可以刷卡齁，没问题齁。刷完卡之后他手才会放下，才让你下一步齁。那刷完卡才完成交易，那单子就往后送。好，所以雀巢的人齁的员工齁，只要在后面专心煮咖啡就好了。好，就非常方便。完全不用收款，不用收银，不用管一些账务齁和一些行政的事情。那消费者在等的时候也是跟 paper 他可以跟你讲话啦，可以跟你玩游戏等等一些，都由他来迎宾。那 OK， paper 另外我还有一个应用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其实各位你们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我们另外一个案例是在庙里，庙宇很有趣，那庙也很先进，他跟我们进 paper 机器人，然后我们帮他写一个程式，什么程式？庙宇可以写什么程式？各位想想看，他的情境是这样哦 ，paper 在庙宇门口，然后信众来的时候，他就迎宾哈，就是欢迎你来，然后你跟 paper 这个聊一下之后，你就到里面很虔诚的跟这个主公这边哈，这个许愿一下或请求一下，然后呢就到 paper 的前面怎样取签，有没有？取签哈，那点了一下之后，你的签诗的 QR code 就出来。好，那你的手机扫描扫码一下就把签诗带走回家看了哈，离开看了。所以很多刚刚讲的回到破坏性创新的时代就是在谈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应用，相关的应用。那就看你我，这些都不难，都不难，只是看你我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发想，从里面的其中一个点，刚刚在特别强调，破坏性创新不是全面破坏，而是其中的一些点，其中一些点。像这个各位已经可以自动贩卖机旧型的这个没什么了，可是很多新的一些应用也会大量应用到这。好，这边我后面还有，我就待会后面再讲。好，那接下来大数据社群有哪些商机跟各位大概分享一下。整个在一个 4.0 的时代之后，整个包含互联网啦 Big Data 等等一些，在整体的面向，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在传统转零售，就是新零售的部分。另外就是比较是偏向说顾客行为，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 roadmap， 魔鬼就在细节中。你看，我们从比如说实体的门店，或者透过 PC 手机在线上的商店，现在 O2O 整个打开，所谓 O2O 就线上线下，这些名词大家都不用教育了，大家都很清楚。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它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了解它其中的一些这个动线是怎么样的来往。你看，我们从逛店，不管实体店或者是线上商店，你再看
现在啊，各位，你是一个消费者啊，回到啊，我们这情境式的啊，你这个消费，你在想象一下，你在消费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啊？你在看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今天看一件衣服啊，你喜欢衣服，看的时候你会是怎样？会想要体验一下，对不对？好，那如果是实体的，你当然就是会到实体的门店去试用、去体验啊。好，体验完之后，哎，下单啊，你就哎不觉得不错，你可能就会跟他哦到柜台，然后跟他买单。买单之后，你就会做支付，就会刚刚讲的付款的动作。付款之后，他就把你赢过两讫，对不对？你付完款之后，商品就交给你。交给你之后呢，后面就会有售后服务，对不对？好，那个衣服可能到时候要做一些什么这个保养啊，哈等等。假设你买一些皮衣哈，比较高档的哈，那售后服务之后最重要是什么？各位，什么叫分享？你会不会很习惯就拿出哎，我买的这衣服不错，哎，我想要分享给我的好姐妹、我的好兄弟。如果是就是体验不好，你也会很想要分享，对不对？所以回到一个重点哈，在我们消费者旅程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头跟尾。哦，头跟尾，我就直接讲重点。第一个是获知，你要从哪一些地方得到这些 information 哈？从广告，从外面的数位看板，从这个贩卖机等等一些哈。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怎么？你是一个品牌业者，你是一个企业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让你的消费者获知？好，简单讲，我们在讲这个商业行为哦，不外乎就是讲两件事，一个叫导客，一个叫什么？引导交易哈，导客跟交易哈。那才能带来营收哈。那导客包含线下的导客，你可能办各种不同的活动或一些coupon券相关哈，引导他到现场来，或者是透过这个 Messenger 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FB 等等一些推播哈。好，那去推播他线上到我线上店来，然后一路中间叭叭叭叭到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分享哈。这也是为什么大数据社群哦最重要的一个一点哦。所以因此啊。我们现在都是在谈什么顾客体验哈。现在各位的一个整体的思维，如同我刚刚讲，每个人有三个身份，对不对？你又是一个市民，又是会员，又是这个员工，或者你某个学校的学生，所以都是以 user 就是顾客体验为中心。那顾客体验的中心怎么又拉回到什么哪里吸睛，对不对？所有的人，我们主要就是透过大部分都是行动载具的手具那个手机上。好，所以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零售业哈，大概有几个面向的预测哈。第一个是实体店会变成是这样什么博物馆啊。简单讲，各位看这张示意图就知道 AR VR 啊。如果有在做这方面的同学哦，也是另外一个面向哦。那学长这边给一个很明确的建议哦，就是说 AR VR 它的拟真化非常重要。好，但是要另外就是我们常目前还不太容易，有些学长姐也专注在这一块哦。那还有一点比较不容易的是，就是所谓它容易造成一些我们叫 side effect 副作用，这一块要稍微注意哦。比如说用多久会头晕啊等等一些，那这些在设计上也要考量哦。因为我们在纯粹做技术的时候，不见得什么事情一定要用到最新或最高科技的技术哦，主要在使用者体验的一些设计哦。所以哦，第一个预测就是哦，整个在大量利用 AR VR 之后哦，会变成是像这个是一个看车的例子哦。各位可能接下来部分可能同学也在开车，然后接下来或者是接下来你这个出社会之后哦，可能要会买车哈。所以以往买车我们都一定要实体店点哈去看去那个摸哈。那现在呢，透过这样它的一个情境是这样，你在家里透过 AR 眼镜哈 ，AR 眼镜现在都很方便哦。简单有两种类型哦，一种是专业，就是玩游戏类哦，那它的确是整颗是这个一个完全客制哦，定制哦。那另外一种就是标准哦，其实用手机就可以看哦，就是它你只要买这个头套哦，一般大概500，现在都很便宜了，500到1000以内哦，就已经是比较专业的，或者是 Google 的这个头套设计都 open 哦，你可以自己用那个硬纸板哦，也可以做。所以你的手机只要放在这上面，有没有？这边放进来哈，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就可以直接使用。好，所以第一个面向就是你在家里就可以先透过 AR VR 哈，就可以直接先赏车。它已经拟真到怎样？可以，你就像好像走在里面，好，走在这个就是到了现场一样哈。你戴上 VR 眼镜之后，开门看，然后门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等等一些
都非常精细哦。那你挑了哎不错了之后哈、哦，再锁定好、哦、哪一两台或哪两三个车款哈、哦，那你再预约哈、哦、到现场。好，再来就是第二个哈、哦，实体店面哈、哦，就是延伸到实体店面。好，这里我就讲一个案，直接讲案例哈、哦，在比如说哈、哦，我有个礼拜六的时候下午可能五点。哦，到一个我们家附近的，比如说康士美中仑店好了哈，去逛啊。那我整个时在里面停留时间大概五点到五点半，前面二十五分钟啊、应该前面五点到五点二十分钟，我其实人是站在男性用品区，哦，就是男生的那个用品区，因为我发雕都在那边买的哈、哦，男性用品区。哎，就二十分五点二十的时候，哦，我老婆打来了，我老婆打来哈、哦，她就说哎。那个，哎，老公，我的那个卫生棉棉的哈，待会帮我带回来哈。好，所以我五点二十几分才走到女性用品区，拿了我老婆惯用的牌子哈。好，然后到柜台结账，然后五点半离开到隔壁补习班接我儿子回家哈。结果各位猜，第二天我得到的大数据推播是什么商品？会是什么商品？嗯？就开始有一堆的什么，一堆的，好那个各式的卫生棉啊等等一些商品就来了，为什么？哎，来，这个要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明明我在里面主要都站在男性用品区，而且我是男生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会推给我这样？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去思考他，你直觉觉得听完。学长讲的情景觉得合理啊，没错啊，可是你要大概去思考一下，这是我们要动动脑哈，去系统思考一下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然后他缺了什么，我才有办法知道我要改进什么或我要去钻研什么啊，为什么？各位，为什么我接下来隔天收到都是卫生棉的广告？这样 TA 对象就不对了嘛，对不对？好，这就是我刚刚要强调的，大数据它不止数据大，重点在意志资料。各位很简单，你想想看刚刚我讲的情境，我最后到了女性用品区，帮我老婆拿了她惯用的牌子，然后到那个柜台结账离开，其实康士美中仑店只知道我怎么资讯，只知道哎 Jerry 这个人这个会员年月日十分秒什么时候在哪一间店点买了什么商品，好，买了这个某某卫生棉，好，然后离开，我只知道这些资讯，对不对？可是他知不知道我在店里？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预测的方向，为什么会延伸到实体店？如果说今天他有办法知道，他有设定就是说有装一些 beacon 或用 WiFi 或三点定位、五点定位，这个应该部分那个。一些如果你们研究所的学长姐应该有在研究哦之类。Anyway， 用各种技术能够知道我其实五点到我进了这个店，五点进这个店，五点半离开，在这半个小时里面，其实我五点到五点二十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男性用品区，好，而且在看发雕产品。可是为什么我只看不买？哦，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大数据分析哦，只看不买，就最后却买了另外的商品。好，那综合起来的话。反而应该要推波什么？哎，最常见就是只看不买，大部分原因是什么？各位有哪些商品你去逛了之后你暂时不会买的？有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不够怎样？对，不够优惠。哎，这个 OK， 这个就一定要来，谢谢。没错，为什么不够优惠？因为没有达到我的标准嘛，对不对 ？OK。好，还有什么？其他当然原因就比较少了啦，比如我刚暂时不需要嘛，对不对？之类的。好，所以如果能够搭配一些线下的一个 data 哈数据进来的话，那才有办法做整体性的哦。你这样的大数据的一个推荐，你的模型哦，你在写那些模型哦，才会越来越精准哦。好，啊，第三大刚刚好像已经讲过了哈，就是这个交易了哈。Apple Pay 听过？Enjoy Pay 听过，第三个是什么 Pay？ 有人看过这个笑话吗？台语叫什么 ？Century Pay 对不对？哦，没有啦 ，Century Pay 我要讲是台湾 Pay 啦哈，台湾 Pay 啦 ，OK。当然台湾这个民间叫 Century Pay 啦 ，OK 哈。所以其实交易
第三个预测哈，就是交易已经非常普及哈，现在所谓的多元交易哈，聚合支付哈，所以很快看一下那个产业的趋势哈，其实都是在跨产业哈，跨情境哈。所以各位你看，已经 FinTech 时代，就所谓数位金融哈，哦，这个也是哦一两堂以上的那个议题了哈。简单讲就是除了金融业者之外哈，包含各个不同的支付业者哈，那票证啊等等一些哦都是哈。那在用户端，你的一些 device， 现在手机就是几大阵营嘛 ，Google 阵营跟 Android 阵营了，就占了90%以上哈。好，所以整个在现，我们就大概很快看一下哈，其实台湾都还在发展中啦哈，不过已经算不错哈，台湾政府业者已经在大力在推哈。那其实最欧美哈还是比较哈比较这个多一些哈。好，所以支持一下哈，这边大概广告一下台湾Pay哈，各位可以去你的所属银行哦去做下载哈，其实非常方便哦，而且台湾Pay也是目前唯一支持的哈，唯一支持两种支付模式的，一个叫感应式哈，各位你如果用台湾Pay就像是那个感应卡一样哈，像我现在常常习惯哈，我去餐厅吃饭等等就手机拿出来感应一下就付费了，一个是非接触式哈叫感应，一个叫扫码式哈，就扫二维码。各位可能比较常用的 Apple Pay， 那个接口支付一些都是扫码式的。好，所以其实哈，支付就非常多元哈，这个各位就稍微参考一下。好，那当然刚刚有讲到哈，就是进一步有这个定义这个 QR Code 的标准哈。好，这里要问各位一下啦，购买模式的改变哈，有五大属性哈，包含我们要去吸引消费者哈，吸引各位啊，假设各位啊在买东西的时候有几个面向啊，包含 attention， 包括注意啊，要吸引他的这个注意，吸引他的兴趣，然后你要让他能够摄取啊，要然后让他能够采取行动要来买好，以及要拿最后刚刚有提到消费者旅程最重要的后面的分享要能够 share 出去哈。OK， 这边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了，来。这五个类型里哈，五个重点里哈，哪三个哈？一般都会讲最重要的前三个哈，是哪三个？想一下，三秒钟，我问一下。还有东西。那个，我先跳痛讲一下哦，在房仲业，我们一般都在讲说，买房子最重要哈，注意的是什么？包含什么？地区哈 ，location 对不对？啊，还有什么？价钱吗？什么的吗？其实不是哦，房仲业都在讲 location 哦，都是在讲地区哈，哦，因为你这个区虽然你的房子哦一样啊，哦，这个盖得非常好哦，非常这个摩登哈，哦，可是你在台北市跟新北市可能价钱跟还有它的价值可能就不一样哈，哦，所以回到这边啊，哦，有没有同学可以给我回馈一下，跟我们回馈一下，你觉得这五个里面哪三个最重要？来举手就有，回馈一下吧，有吗？有想法吗？暂时没有。哎，对不起，来，请说。注意什么？注意行动跟分享。OK， 好，这个小东西，那个男生也可以用。好，各位啊，其实我刚刚已经稍微提示了哈。为什么讲 location 啊，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就是 attention 都是第一个啊，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规划行销，不管是这个啊这个技术啊新科技啊，都是在引起各位消费者的兴趣。好，所以整体的演进啊，简单讲啊，跟各位分享就是从大众化到个人化，大众化到个人化。好，那 7 这边啊，我直接讲那个第二段了啊，这是最新的讯息哈，各位你看哈，去年2018年七月的时候哈 ，Seven 有说啊，哎，他的无人商店哈，各位知道在哪吗？台北市东兴路那边哈，他总公司那有机会啊，建议还是要去一下啊，参观一下。那全家的在那个应该是衡阳路还是重庆南路那边哈，所以 Seven 给我们几个启示啊，第一个不一定是全面无人化，而是要怎样一店双区哈，也就是他。的体验就是说，我今天进去之后，我还是要分两区，一区还是有人的，啊，一区是无人。无人里面呢，相关的一些内容呢，都是因为什么？大家都是因为科技尝鲜哈，所以它无人店里面可能是放一些比较科技产品或一些科技的一些应用哈，比如说扫码可以拿饮料哈之类的哈。那另外啊，其实这一点最重要，
还是要满足消费者需求，所以去年的时候是这样。那今年哦，最新哈，三月的时候哈，他提了进一步的概念哦，他确定他无人变异要暂停哈，但是不是啊，不是不做哈，他是要往其他的哈方向去走。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这也是破坏性创新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方向哈。所以呢，接下来马上同步他就提出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自动贩卖机哈，自动贩卖机。好，所以接下来它无人店会先暂缓，但是它会开始主攻好、哦、智能贩卖机。好、哦，那另外就是物流哈、哦，物流因为智能贩卖机里面这些东西，你看各种生鲜食品相关，它的物流的一些这个递送哈、哦、就非常重要了哈、哦，就非常重要。好，靠脸吃饭的时代哈、哦，这位是谁？猜得出来吗？马云这么厉害哦，看得出来哦。哦，好。好了，我们只要强调说，人脸辨识已经到一个极致了哈。我接下来可能要讲快一点，人脸辨识到一个极致，所以你不用担心到老了哈都可以哈。所以你用脸就可以吃饭了，以后你都不用带钱包，哦，脸一定不会带吧，对不对？你总不会今天出门的时候头或脸忘在家里了哈。OK， 哎，看这个，哎，这个可能跟各位有点远，是不是？我不知道。来，这个是有人知道是什么卡通吗？啊？七龙珠嘛，好了，还是有人认得啦。OK， 好，七龙珠有什么特色？七龙珠有什么特色？啊，他在怎样？他在看你的时候有没有马上可以知道你的战斗力有多少？对，哇，这好强哦，这好弱哦，对不对？之类的哈，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类似智慧眼镜的一些应用，对不对？好，那这里的话，所以人脸辨识哦，其实非常多应用哦。这边我不赘述，这是我们整理起来。我们各个客户哈，他们的一些需求哈，那我们从这些需求哈，会去做一些哈相关一些整理哈。好，来又要问各位了哈，哎，这个比较简单，等一下，来，我们就一起回答哈。你觉得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的，请举手，分得出来吗？还是左边是弟弟，右边是哥哥？分不带出来哈。好了，我们赶快往下来。这个好一点了嘛，对不对？总不可能那个哈、哦。其实这一张我记得他是哥哥，他是妹妹。哎，我记得没错。好、哦，只是小的时候你还分辨不出来。这张可以了吧？左边是姐姐还是右边是姐姐？哎呦，好了，至少不会是哥哥妹妹了啦哈、哦。这个完全看不出来。好、哦，这个都是其实 Google 你们就去查一下，我只引言一下啊、哦、说。所以其实双胞胎女孩对不对？各位，你根本分辨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今天其实我记得这个左边是左边是妹妹，右边是姐姐哈、哦。所以如果今天姐姐哈、哦、这个身体不舒服哈、哦，没办法啊、就是想要在家里休息哈、哦。如果妹妹代替她来上班哈、哦，跟你讲各位都认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大门保全哈、哦，你一定是跟她哈、哦、姐姐身体早安哈、哦，就让她进去了哈。哦，可是不好意思哦，现在科技进步到啊，我们如果是人脸辨识的话，马上可以抓出来哈，马上可以抓出来。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姐妹花，也是台湾的哈，那个周四那个 Sandy 跟那个 Mandy 哈，真的是完全分不出来，对不对？谁是啊？他们去年哈同时考上清大，也蛮厉害的。那这是另外一个极致，来，历届韩国小姐的冠军哦，谁认得出来？这边要讲一个网络笑话哦，有一对男女哈、哦，在这个晚上、哦、到那个酒吧哈、哦，对，哎，就非常相谈甚欢哈、哦，那就是去外面风云啊、也风云了一晚哈、哦、，OK， 然后那个男生就很老实的跟女生讲说，哎，不好意思哦，其实我原本是猪八戒啊，那我去了一趟韩国哈、哦，然后那女的就很激动啊、哦，说。啊，原来是二师兄啊，我是沙悟净啊，我去了一趟泰国，有没有？所以各国有它的重点，有没有啦？韩国的整形蛮厉害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大概各位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数位看板哈，它是一个，等一下，就是一个颜值机哈，所以你人站在前面之后，它可以马上告诉你说，哎，你的可能的性别，然后你的一些表情哈，你现在是高兴还是悲伤？好，那你可以我会推荐你齁什么样的一些商品，用什么口红齁。那另外人流分析齁进一步
到里面哈，你到整个卖场里面的时候，我可以马上去依照你的人脸哈去辨识出，哎，到底啊你是男生女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年纪范围啊？首先我先讲这个 R230指的是我，你可能不在我的资料库里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谁。那我们就是一般访客，那我可以做访客分析哈，今天来了多少男性的访客，然后他的年龄范围，他来了最近来了几次，哦，那停留在哪些地方哈？那另外，我如果进一步，他越当然消费者保护法哈，还有那个隐私权的关系哈，所以他一定要自己认同，他要能够让我注记这个脸哈，那我才能知道他的身份哈。哎，张女士谁谁谁，哎，那就可以进一步哈，更精准的推波哈，依照他的一个行为属性哈，去做相关的一些推波。那这个是这个，哎，对不起。人脸辨识进一步哈，我们现在很多哈，目前我们的几个案子在台积电相关的一些工厂的应用哈，那去年底哈已经帮他在台南厂哦做上线，那今年开始在扩展其他厂哦，就是可以做相关一些人工辨识啦哈等等一些进出入一些辨识哈，像各位那个客户回馈非常好，因为他们有很多外劳哈。像我们看一些这个外劳，可能尤其是可能眼黑黑的，对不对？你可能都认不出来，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到底甲乙丙丁哈。那透过人脸辨识的机器哈的一个机制哈，就可以知道哈是什么样的人哈，他到底是谁哈进出哈。那这个只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哦，猪脸辨识哦，这是真的，大陆已经，大陆其实在这一块，中国大陆在这一块比我们前进哈比较多哈。那他们的确透过这个方式去知道每一只猪，然后它的健康状态，它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这是猪脸辨识哈。那进一步从了这个这个人脸辨识，就是我们看懂哦，看到人的一些情绪之后哈，那我们还要进一步怎样？总要啊，我们回到人了哈，不是猪啊，总要知道啊，也要听得懂他在讲什么，那也要读得懂他在讲什么哈。那我就用这个例子，不好意思，今天我们没有接那个声音，我就稍微听一下。哎，等我一下。这个影片目前好。哦，没关系，我这个影片好像有一点那个，我再待会再处理哈。好，没关系，我们先学长先往下讲哈。好，那所以整体哦，我们在这个客服的一个这个面貌上哈，这边可能各位还比较没有太多感觉，那等你再进入职场哈，那简单讲，我们就是在整个一个在线的一个服务上哈，我们会做很多一个这个话务的一些分析。这就开始进入一个智能的应用，就是刚刚讲的，我们要除了要读懂之外，还要听懂跟看懂。所以现在一个智能客服是这样子，不管你是文字进线，像各位非常习惯文字进线打进来，然后或者是语音讲电话进来，那我们会先做一个机器人，这就是刚刚 paper 机器人是实体机器人，那这个是这个数位，就是线上机器人，对话机器人，那他会先做一些跟你做一些交谈。好，那如果说遇到一些问题的话齁，才会转真人的作息齁，真人客服。那后面主管呢，他可以随时去看现在的一些状态齁是怎么样，然后进而可以做一些事后的话这个话后分析齁。那以及我们叫这个刚刚这一段齁叫 inbound， 那这里我们叫 outbound， 就是你可以再做一些外呼，比如说各位可能常遇到齁这个电话，诶，我是某某这个银行或什么金融专员齁，要为你做什么服务或者贷款齁等等一些齁。那其实那个挫折感很重，对不对？像我大部分，谢谢，我是还算客气啊，我说啊不好意思，我不需要挂。像我很多同事齁就直接挂线，或甚至是回骂他齁之类的。所以那个其实的挫折感很重齁。所以我们开始都在设计说，把这样的一个外呼交给机器人，用机器人，机器人他反正不会齁，不会觉得伤心齁。反正你挂掉就挂掉，他就再重新拨号拨给下一个人，那这是所谓的外呼的一个应用。那所以整个方案大概是这样，这边是比较架构面，这边我就先不赘述。再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在电商平台的一个社群的一个分析上。那在这个整体来讲，我们主要在做各种不同的电商的串接，所以会有跟各个不同的刚刚讲的客服机器人，就是这个对话机器人去做串接，那后续会做相关的一些数据服务，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哪些数据服务。那在数位行销来讲，我想相关的重点我们会比较放在渠道社群。
那现在都是创意哈，以创意和这个数据哈来做驱动哈，所以我就快剩下一点时间，我就快速讲几个案例哈。第一个是，来请教一下各位，这个是什么？来问一下，这是什么 ？QR code 对不对 ？QR code 可以有什么应用？来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我们可能把这一段哈讲到一个段落，来。看到这个你会想到什么？看到这你会想到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广告墙嘛，对不对？大部分我们印象是什么？啊，可能帅哥美女，对不对？好，在上面哦，然后做一个产品的司仪哈。那个通常怎样？一面可能一个月或三个月就要重新粉刷一次，换一个墙嘛，对不对？好，我就直接从这最后这几个案例跟各位很快导一下一些那个数位转型了哈。来。看到这个你会很直觉怎样，很想要怎样，拿着手机怎样，看到 QR code 我们都有一个，现在应该都有一个制约的反应了，对不对？就想要扫码一下了，对不对？扫了之后你各位觉得你会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什么广告嘛，对，很好啊，对，好，所以我就直接讲哈，各位从这样的一个 QR code 的数位看板开始哈，你消费者拿出手机在扫码之后，其实 QR code 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什么 ？URL 嘛，对不对？所以广告你想要喂给他什么？大众化广告的话，就是一个固定的 URL 广告的网页，对不对？那个人的话，广告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刚刚有稍微提到，我们个人化的一些 log 都被有记录，所以当你拿一只手机来扫码的时候，你这只手机或一些相关属性，我基本一些 attribute 一些参数我知道，所以我可能可以转换推啊丢到我后面大数据推荐的机制，马上推荐你个人化的一些资讯哦，非常快啊，好，所以它是一个数位广告没错，而且本来可能三个月才刷啊，就粉刷就要粉刷一次哦，这个大概也不可能万年了大概一年粉刷一次就好，因为它总是会风风雨雨啊。好，那我这边就要请教各位了齁，我还有礼物来。各位以这个案例来讲，你觉得什么行业可能会失业，或什么行业会做一些改变，会被影响？你认为有没有人想得到？刚刚我已经讲了，已经提示了，本来一年粉刷四次，现在一年哎，来你说说看，粉刷的什么叶子？好，那个是来这位同学，喂，好，没有错哈，泛指粉刷或者是一些广告叶子哈，因为有些实体广告叶子哈，本来比如说假设啦，我们随便举例，粉刷一面墙10万块好了，一年我本来可以赚最少这一同一面墙我可以赚四次，对不对？40万啊，现在我只赚什么？所以我不见得马上消失啦，可是我会慢慢怎样，慢慢凋零啊，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转战其他的哈，没有错哈。所以你看一个新的一个应用哈，这一页我要讲的是 QR code 是什么，已经没什么了吧？各位就跟我刚刚一开始讲 HTML 啦，Triple W 这些都没什么了哈。可是你只要一个起心动念哦，一个转念哦，你就可以各种不同的一些应用了哈。好，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们把。这边把它整个分享完，来，你直觉看到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啊？哎，谁讲的？对不起，来，请好 ，OK， 这边送一个小东西，蛋糕哦。为什么？那它有什么好处？它想跟我们表达什么？一样哦，就不过就是一个 QR code 应用。各位可能现在比较少，我们小时候。在吃那个百吉啊或什么冰棒的时候，那个中间不是有一根木头，有没有？吃完之后怎样？里面会上面有字的哦，会这个再来一支啊，或者是这个明确惠顾等等一些哦，它也是这个概念哈。他就说你一盒蛋糕12个买回去哈，你在每一个拿起来要吃之前啊，不要忘了一样嘛，我们刚刚讲了，看到 QR code 就被制约哦，记得扫码一下哦，你会得到一个哈。好，得到一个这个惊喜哈，看是 coupon 啦，还是明确惠顾等等一些哦，每一个都有哦，都不一样哦。OK， 他就透过这种方式哈，做一些促销哈，做一些行销。各位你看 ，QR
QR code 而已哦，这个都没有什么，所以不见得一些都要用到很高科技或者是很强的一些应用哦。好，来再来，这是什么？啊，说来说说看，好吧，最后一个东西送你了，剩一个啊？什么 ？QR code 超人？哎，你们这一代还有在看超人吗？来，好，没有错哈、哦。这也是刚好讲到这个，我也顺便分享一下了哈，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就是说，各位，早期我们是所谓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看美国电影就好了，早期就是超人啦、哈 ，Superman 一些哈，都是那种英雄式的斯诺。阿诺斯瓦辛格齁都超厉害的齁，就一个人齁打遍天下无敌手齁。但是很抱歉齁，各位，最近的美国电影都转变成什么？转变什么？各位，那个比如说复仇者联盟啊，对不对？他是怎样？开始怎样？开始在打群架咯齁。这个也跟各位分享，所以不要以为你什么都厉害，真的是人外有人那个天外有天齁。所以我们着重在自己的专业，然后跟不同的专业大家一起齁。一起打群架，我们现在在业界也是哦，各个不同的公司一定是竞合关系，就是有的时候竞争，有的时候合作哦，这个一定都跑不掉哈。OK， 好，这个案例是这样，一样是一个 QR code 啊。各位，如果你慢慢工作之后哦，你第一次双方见面的时候，你会递上你的什么啊 ？Match 对不对？递上你的名片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怎样？以后就不用递名片了，都不用印字了，可以很环保哈。见面的时候就衣服就打开哈，来看到 QR code 被制约，扫码吧。扫了之后，你个人名片哈就传到对方手机里哈。好，这又是一个 QR code 的应用哈。好，再来，这个是什么？哇，这是越来越极致哈，越来越火辣。这是一个那个嘉年华的活动哈。各位，老实讲了哈，不用举手了哈。看到这样，像我就会被吸引了，对不对？有我讲过了嘛，我们被制约，对不对？所以看到 QR code， 你就会很想要拿着手机就跟着走了，对不对？跟着扫了哈 ，OK。它其实就也是一个活动的推广的啊，一个那个活动推广的一个网站哈，网址哈。好，最后一个哈，这个最极致的哈，这是什么？哈哈，好，就是简单讲，也还是一个活动的推播了哈，只是怎样？我们刚讲了嘛，最重要的三要素是什么 ？Attention， 对不对？就是要吸引消费者注意嘛，才能达到导客的效果，把客人导过来嘛。那进而才有办法产生消费啊、哦，就是支付哈，好、哦，支付。好，再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哈、哦？就是说星巴克，各位你去星巴克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会问你贵姓，对不对？会问你叫什么名字哈、哦？那。台湾不敢玩啦、啊、齁，这是美国的齁，美国星巴克的齁案例齁、啊。他都故意齁、啊、故意写错名字齁、啊。明明他说欸请问这个先生贵姓，我说叫 Jerry 齁、啊。他就故意写帮我写个 Mary 齁、啊。好。那如果你今天如果是你来想一下你会做什么事，各位他把你名字写错你会做什么事？刚我们讲消费者旅程还记得吗？最后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关注嘛，最后一点是什么？分享，对不对？哇，星巴克哎，这么大品牌居然给我写错名字哦，你会不会到处去乱分享，对不对？哎呀，星巴克哈、哦，真的是哦，真糟糕，都给我乱写哈、哦，等等一些。好，他就故意先这样推出一个啊，就是说要求员工哈、哦、这样做一个礼拜啊、哦，其实是有目的的。第二个礼拜之后，他就公司就一个公开信哦。啊，不好意思哦，造成啊，因为有什么原因哈、哦，造成各位消费者的不便哈、哦，因此，那个各位，只要你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哦，好、哦，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哈、哦，你只要到店来告知说你曾经有被写错名字哈、哦，不用提出证据啊、哦，要直接只要你敢讲哦，你讲我就买一送一，你会不会去？啪，一定哇，那个人潮又涌去了，对不对？星巴克只要告诉说你之前有遇到写错店员写错你名字、哦、就可以买一送一，好，所以他整个在社群、哦、那个数据、哦、整个分析、哦、又飙升了、哦、从到谷底然后再飙升，各位如果所以真的、哦、数据很重要，如果你对一些行销学长这边也鼓励、哦、我们尤其工学院不要只是纯粹 coding、哦、其实商业价值很重要，如果你对行销有兴趣、哦、你可以往这方向走、哦，这一次我现在部门在转型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去做那样的从技术的一些角度去分析一些这种行销、哦、各位你看刚
刚刚他刚开始前一周故意写错，所以整个在社群我们叫负评，对不对？整个荡到谷底。然后接下来两周提出这样促销之后，整个不止翻身回来，还翻倍哈。所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操作哈，到负评，然后再到高度的正评哦，你看那个多少影响力哦，那个扩展了多少人哦，对他来讲有差吗？对，一样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他有差吗？他其实没差哎，因为他本来就会有没有？各位不都知道，他每个月会有两天的什么，或者一段时间的买一送，反正会有一些促销活动哦。他只是用一些不同的手法哦，你看这也是破坏式创新的一种哦，就是说，哎，我们怎么样用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些变化啊？像刚刚 QR code 不是什么太多的技术啊，像很多中小企业啊，那个零售店点啊，又跟我们讲，哎，京城，不然你们系统都很大哦，的确啦，我们大型的客户的系统都几千万哈，那我买不起也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客户不用担心，我们钱少的做法啊。就像刚刚讲，我们大量运用一些这样，这些还是会稍微哈，像刚刚 QR Code 也还是稍微用到一些资讯技术，但是不用那么哈，不用都是非常 light 哈，非常轻哈。所以其他像这边就简单举可口可乐啊，前一阵子各位应该有买过对不对？可口可乐有些个人的名字在上面，有没有？在那个贴那个，比如说你是它有集合各种不同的那个菜奇亚名啊，对不对？哦，什么宜君啊等等一些哦，你就可以去买到个人姓名的瓶身啊，或者 Nike 也有在做那个刻字哈，鞋子上的刻字和苹果一些刻字哦，它都是在大量哦去做这样的一个消费者行为的一些操作哦。好，那其他的话在，所以我们进一步针对一些传统产业哈，我们也在就协助他做一些粉丝的经营哈，也会去提醒他几个面向哦。第一个三大重点哈。这各位也可以记一下，很有趣哦。第一个，你不一定要那个每天更新你的客户资料，但你一定要有联络方式哈。那因为现在个资法时代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联络都只留两个东西，一个叫 email， 一个叫手机。好，因为这两个资讯，而且择一就好。好，因为一样哈，我们以消费者来讲，当你今天要换赠品的时候，哦，你一定会想说，哎，我也不想留太多资料，那我们就是。就是留下他能够后续能够推播他讯息的资料哈。第二个是怎样？不用花很多钱做 content， 但是门面，简单讲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入口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三个是你没有回应客户，比没有客户看你的文章更重要。意思就是说哈，无论如何，就算客户，因为大部分都是澳洲来的客户嘛，才会反应嘛，对不对？就像各位一样，以消费者立场。你在使用这个产品非常满意的时候，你很少会特别打电话进去，对不对？说啊，你们公司产品非常好，等等一些。可是如果你今天好、这个不满意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客诉哦，相关哦。所以你以这个品牌的一个客服人员来讲哦，你一定要做一些回应哦，要做一些动作。好，那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全图录哈，整体的一个行销。那这边我就在原则上不赘述了哈，就我们从购物前。好，然后到中间的购物的过程中，然后到整个一个购物后的一些行为哈，就具体的再跟各位描述一下，说你整个一个这个那个应该说使用者一些流程哈。好，所以在这边大概我想今天我留一点时间哈，那个几分钟剩几分钟哦，给各位 Q&A 一下哈，到十二点嘛，对，所以我就在这边大概做一个 summary 哈，所以几个事情哦，第一个。我们要做任何大数据的一些分析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是客户分群哈，这边有很多学理原则哦，有兴趣我们之后都可以再交流哈。再来就是哦，客户分群我要先讲，再进一步讲一下哈，就如同刚刚讲几个二元素的概念哈，你可以先从访客跟会员哈，就会员就是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哈，那访客也可以做访客相关的分析，会员可以做相关的会员分析。那有的同学就会问啦、啊，那学长。那如果他今天还不是会员的时候进来哈，我是访客，我们会记他一个代号。当他是会员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把两个的数位足迹做个勾稽？有没有人可以简单想一下？我可以怎么勾稽？好，这个稍微技术一点，就是说，简单讲，我们任何的 device 的机制哈，就是这个装置的机制会有所谓的 section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一个简单讲一个代号哈，所以当你今天进来的时候，像我以我为例好了，我99%的时间都是用这一只手机跟我这一台 notebook 啊，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到说，我们因为里面会买码哈，所以我可以知道说，常用这只手机的人哈，我会给他一个代号，那他的消费者行为轮廓是什么啊？他大数据的 log 哈，常用这一台 notebook 的是另外一个代号，好，那他常用的。然后接下来有一次我可能因为要买东西哈，因为实际你要在电商买，不论如何你一定要注册，对不对？你就一定要是会员哈，或者至少要留下个人的一些资料资讯哦，才能购买啊。这个时候我就勾稽起来了，这一台手机在我这边注册是 Jerry 这个会员，那我就知道了，原来这只手机是 Jerry 的，所以我刚刚以往记录这只手机，因为我另外会有一个识别码嘛，代号，知道是这个手机的一些行为资料，我就可以全部两个做一些勾稽了。好，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当然其实还有很多细部一些 methodology 一些演算法。好，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舆情哈，简单讲就各位你在 social media 哈，所以你看现在都非常开放，你在 FB 做什么，你在这个一些那个 PPT 做什么哈，那都是会被我们记录啊，被分析的。再来就是内容，就是你们在讨论的话题哦，有的在讲服装，有的在讲设计，有的在讲哈这个相关哈男女啊等等一些哈，所以你的一些话题哈，我们也要做一些综合性的分析哈。好，那最后因此就是我做了分众，做了舆情的一些探勘，舆情探勘比较是看整体市场在讲什么，那内容分析可以知道你这个群体或你这个个人你在谈论什么内容，你关心什么议题，综合之后我可以做，就可以做相关的一些精准行销，依照你的这个兴趣喜好跟你的聊天的议题，那我们进一步做一些这个推播的动作给你，推适合跟你喜欢的商品给你。好，那最后最重要的这一句话跟各位分享一下，数据变现价值。我们玩数据不是为了要这个只是纯研究，最重要商业还是要在你的数据分析之后，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变现，变为是有经济的一些价值。好，那我想今天主要我先稍微分享到这，分享到这。那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看看各位学弟妹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先开放一下，不一定是今天的议题，包含我每次来王老师有讲，就是各位如果对于市场或你的现在研究，或者对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想法跟方向，你都可以随时可以去提问一下，有没有？然后。我顺便找一下一两支影片，没，各位想一下等我一下。好，我暂停一下，我先补充一下，各位再把它看完。不好意思，刚刚音量比较小，麻烦各位看一下。我再呼应一下刚刚讲的哈，我们从表情，也就人脸辨识，可以知道他是开心、伤心还是惊讶等等一些哈。所以各位，这只是举其中一段例子，因为这比较有趣、比较有感哈。那重点各位要放在看旁边啊，就说，你看我们在每个里面有男生有女生，对不对？然后再依照他讲的话，从他人脸变成他人脸的表情。表情我可以知道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可以知道他声音，就他现在讲话声音不是光他讲的字而已包含阴阳顿挫，尤其是中文因为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云语义的一些分析的时候中文其实是最难的所以大部分比如说还有中文的语义比如说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好，哎，这个语气是不一样，那后面代表意义是不同的哈，所以这个也都要有办法哈去做到哈这样的一个，你在做这个演算法一些探勘的时候，一定要去做到。另外，最后当然文字是最标准的哈，那以这个语音来讲，我们会当然会转成文字之后再去做分析，或者是各位从打字进来的文字哈，可以做一些分析哈。所以各位，我们可以再简单。它一直在做一些变化。哇，这个女主角心就碎了。OK，好，所以只是跟各位分享说，我们是挑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哈，一个来做一个 POC 哈，一些实验哈。所以针对这些，这里面就很多学理，很多一些 methodology 哈，可以去做一些探勘的。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或者想要了解的？来，先请说。好。现在很多比较新的职业出来了。职业，对。就是现在运输的外的分野看到什么，对不对？好，哎，谢谢。好，这个同学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没了。好，之后补了。对，刚忘了预留啊。这个同学讲的非常好，我相信都是个人啊，各位心里想要问哦，只是说你可能没有直觉的啊，他问的非常精准哦。我跟各位简单讲哈，第一个哈，目前百分之哎，你等我一下，我刚好应该有一页。的确哈，这个议题各位差不多了哈，该思考了。我就用这一页来讲哦。其实这也都不是我讲的哈。10年之后，65%的工作类型，其实到现在还没存在哦，开始陆续有了哈。各位现在比较在大数据时代，比较开始有冒出了，你去104去查一下，数据分析师对不对？好，资料探勘学者哈，还有这个语音辨识师哈等等一些。哦，还有一些文字探勘师，这些开始有了哈。那这个是也是这2年才冒出来哈。那这是美国劳动部的研究报告哈。OK， 所以没有错。第一个，只要跟现在数据有关，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种。好，再来哦，各位，尤其是你们哈，才大三大四才要进入职场哦，你们可以自己再做一些 create 哦，因为有很多我们很有趣哦。比如说我们去年才开始成立的一个职缺啊，叫做情境体验设计师，有听过吗？没有，对不对？这是我们自己去创出来的哈。那我们也真的内部去年哈，像我就是第一批种子哈，要 training， 包含当老师啊，自己也当学生，然后 training 出来，所以我们名片上就挂一个哈，情境体验分析师哈。它最重要在哪里？就是在做商务行为。刚刚我们讲很多一些分享，就是一些商务行为的一些分析，所以这是其中几个面向，也可以给你参考。但其他的老实讲，如果已经知道，那已经没什么了。好，所以这个的话就是靠我们自己，就刚回到破坏式创新，你要做相关的一些思考跟思维。好，那还有其他同学要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有人要提问吗？那我先用这两个例子做个 ending， 再把时间交给王老师哈。OK， 来，各位，从小我们都有看过《伊索寓言》《龟兔赛跑》，对不对？那你所读的《伊索寓言》，告诉你谁赢？乌龟赢还是兔子赢？乌龟赢还是兔子赢？啊，不要被我的梗给吓到。《伊索寓言》告诉我们是乌龟赢嘛？那原因是什么？啊，伊索寓言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因为乌龟勤奋，对不对？兔子偷懒嘛，在旁边睡觉嘛。那我们今天换个面向哦，所以今天兔子就很不高兴了。他说：“哎，那我们换一个方式好不好？我们来这一次，我们不要比
那个赛跑到终点哦。我们来比谁先回到家，谁先赶回家，好不好？啊，乌龟就说好。那各位谁赢？啊，为什么？哈哈哈，对，为什么？对，还是乌龟赢，对不对？好，那学长这边要强调说，不是，因为跟寓所寓言的本意无关哈，这是在讲破坏性创新，就是说，你只要改变游戏规则的人，呼应刚刚同学你的问题哈，你要改变，你可以做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人，创造一个新的一个职务的人哈，你就是专家哈，你就是这个一个 expert 了哈 ，OK。好，那我想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时间就还给这个汪老师了，谢谢。帮我确认一下，都没有人要提问吧？好，那我提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秀的那个应用软体是看起来都是用简体字，是主要在大陆发行吗？哦 ，OK， 好，这个跟各位讲，只是刚好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是那个大陆，因为我们公司会跟各个不同的伙伴 ，IBM、Oracle。等等一些合作，那这是比较早期大的伙伴，但是因为现在很多新创哈、就是做这像刚刚人脸辨识啊、语音辨识，其实在大陆地区比较他们走的比较前面啊、所以我们也不排斥会跟一些大陆地区一些厂商合作哈、所以刚刚各位看到有一些简体字，主要是因为这样哈、但是也要跟各位分享哦，台湾人的骄傲哈、刚刚其中周星驰那个电影有没有？所以我那个影片我特别提哦，就是说它是一间新创公司叫竹间智能，可是其实我们是在大陆的一个大陆地区的那个参展上发现的，对，然后跟他进一步谈合作，那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其实是台湾公司，对，他的总公司就在我们那个内湖科学园区，我们自己公司附近，走路就到。对，那是一个台湾人骄傲，就是 R&D 是留在台湾，那只是因为他的创办人是微软小兵之前的负责人，他之前是在因为前十年都在大陆工作，所以他的业务团队是在大陆，对，那大陆当然市场也比较大，对，大概是这样，谢谢哦。